电动车不仅可以大幅降低我们开车和维护的成本，而且它的碳排放量也远低于汽油动力车，可以为我们个人和社区提供持久的收益。半岛清洁能源为购买二手电动车的朋友提供返现补助，只要您是 San Mateo 的居民，无论收入如何都可以获得不同程度的补助。符合一定收入条件的朋友，您还可以节省更多，同时您还可以结合州和地方政府的计划获得更多优惠。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详情，申请购买二手电动车补助，请访问 peninsulacleanenergy.com。